都有浓厚的中秋的氛围，因为其实年年买那些新颖的灯笼其实来来去去都是这些，那培养他们从小其实有一种传统的概念给他们咯，是啊，兼且支持一下传统手工艺的嘛。呢啲都系今年新款噶，即系呢啲比较好卖啲噶。砌出嚟咧就咁样简单一包，做出嚟就类似呢只啦，蜡粉红色呢啲，蓝色啊红色都有。